邓小平先生的孙子竟然是美国国籍，在当时曾经传出了一些谣言，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最终，邓家人亲自出面对此事进行了澄清，以平息了众人的疑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禁好奇，邓小平先生的孙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他究竟真的拥有美国国籍吗？邓公一生共育有五个子女，邓朴方和邓志方是两个男孩，邓林是一位画家。 邓楠是一名公务员，而邓荣则是一位作家。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后，邓志芳抓住了这个机会，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，并随后前往美国进修。在美国进修期间，邓志芳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邓卓棣的诞生。由于孩子出生地的特殊性，也为他的国籍问题埋下了隐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邓志芳和妻子踏上了。 赴美留学深造的旅程，为了支付学费和生活费，他们辛勤工作，并从未向家人提过一分钱的经济援助。一九八五年，邓志芳的儿子邓卓棣在美国出生。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规定，邓卓棣应该被视为美国公民，因为只要是在美国土地上出生的婴儿，无论其父母国籍如何，都可以享有美国出生公民权。按照美国法律来看。 邓卓棣确实具有美国国籍，然而邓志芳从小受到邓小平的教诲和指导，深藏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他会听从美国的要求，为孩子办理美国国籍吗？邓志芳和刘晓元作为中国人和高级知识分子，对此是毋庸置疑的。因此，在邓卓棣出生后，邓志芳就向父亲报平安，还迅速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邓卓棣的,的中国护照。 尽管有邓卓棣持有中国护照的事实，但总有些人决意视而不见。毕竟美国国籍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理想，被视为不可企及的东西。即使是比美国国籍低一级的美国绿卡，也能引起一些人的热衷争夺。然在某些人的眼中，他们无法相信会有人愿意自愿放弃美国国籍。对于这些人群来说，这样的机会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 所以他们总会心存犹豫，当然并不仅仅是他们，还有一些心怀不轨的美国人。 他们希望邓卓棣留在美国，毕竟邓卓棣可是邓小平的孙子。如果他能留在美国，对美国的发展无疑是助力而非阻力。然而，邓志芳迅速采取行动，让他们措手不及。邓小平的孙子是美国国籍，他生于美国，留学于美国。邓家人亲自出面解释。邓公在得知这件事后也感到欣慰，因为这表明邓家。 对身份和文化传承的重视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们始终是中国人，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。然而，一些未了解。 真相的人认为邓卓棣是在美国出生，必然具有美国国籍，于是开始广泛报道此事。邓家人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此误传。为了避免邓卓棣的国籍成为争议话题，并给他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，邓卓棣在不到满月时就被父母送回了中国，并寄养在爷爷邓小平的身边。在童年时期，邓卓棣的生活中充满了爷爷的陪伴，从学不到挺拔的姿态。 他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以及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。二零零七年，他从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，选择赴美国杜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，这是为了更好的追求知识的渴望。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或英国呢？因为美国曾经是他的父母留学的地方，所以邓卓棣对此地也有些向往。再加上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有所不同，中国注重培养人才。 而美国则注重吸引和留住人才。怀着对美国的好奇和对知识的向往，邓卓棣踏上了去美国的旅程。当然，他的这个选择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想象空间，也给某些爱好阴谋论的人制造了炒作的土壤。有人猜测邓卓棣以留学为幌子在美国定居，认为他不会回到中国。然而，邓卓棣凭借着坚定的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。 他毅然回到中国，用实际行动给那些质疑他的人以回击。其实，邓卓棣能够从美国回到中国，并不出人意料。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，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，他始终铭记自己的中国身份。即使有再好的工作条件，也无法阻止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。邓公的孙子邓卓棣曾留学美国，回国后当过副县长，现在又和担任职。邓卓在回到祖国后，就进入基层工作。 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副县长，这个地方条件艰苦，交通不便，让邓卓棣的工作变得更加艰辛。但是他仍然兢兢业业地为民众服务，致力于做实事。在他的领导下，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，道路安装了电灯，学校也建起了新的围墙，火龙果的种植也在土地上蓬勃发展。邓卓棣以出色的能力赢得了人们的赞誉。 在广西，他与农民一起努力耕耘，不介意裤脚被泥土弄脏。他愿意坐在田埂上和农民一起聊天。他亲自去体验民情，直接询问民众需求，而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调查报告来了解。他融入了乡间生活，走在清晨的泥土路上。 只有他的衣角被露水打湿，而他的热忱心态始终如一。他走进了广西民众的家庭院落，端起凉白开与他们一同品尝，拉近与民众的距离。邓卓棣逐渐展现出了邓公的风采。二零一六年，邓卓棣接任县委副书记一职，并兼任新安镇党委书记。然而，在这个事业腾飞的阶段， 他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抉择，放弃了光鲜的政治生涯，转而成为一名桥牌职业选手，并且在二零一七年凭借过硬的实力，成功当选为北京市桥牌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。或许这也是邓卓棣受益于邓公的影响，因为在邓公有生之年，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打桥牌。一个人的兴趣爱好，常常在幼年时期受到祖辈和父辈的影响。 所以，邓卓棣的选择并非无从追溯。国内时期，邓卓棣一直保持低调生活，不张扬自己的身份，从未因为邓公的孙子身份而追求特权，而是脚踏实地，努力取得政绩。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这一事实在邓卓棣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。如果他成长在一个弱势家庭，并没有受到。 爱国主义教育的关注，那么很有可能邓卓棣选择美国国籍，而不是回到祖国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。父母应当注重培养孩子对祖国的热爱和国家意识，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只有这样，孩子们才能发展出高尚的情操，并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贡献他们的力量。